老张，8837632。哦，
ID， 我最爱吃炸鸡呀、啊，什么玩意？哇，提哥，你一周没见，终于上线了。提哥，开门开门，等会儿。等等，我现在不方便开语音啊。不是吧，麦不开。是不是心情不太好啊？没事，老板就骂你，赶紧辞职啊。哎，上周不都跟我们说过了吗？哎，开开开。我上周都跟你们说了些什么呀？说了，每天晚上都加班到两点才回家。对呀、啊，你说你平时都没什么活动不？说房租又涨了。你说你平时好像很拮据啊。这个跳。哎，几个快跳啊 ！F 键跳得快。那看来我是一个很凄凉的人了，在现实生活中。也不是，你说你一个人生活得也挺自在的。对呀、啊，你说你老板一个月差不多给你加工资哦。啊，你还说虽然每天很累很辛苦，但是在回家的路上能够吃上一块。哎，开伞，开伞。先知三日，富贵十年呐、啊！啊，
这张好运符会帮到300块钱，费用是电话号码。哎，大师，那你给他算的谁呀？大款，大款呀。跟我一样吗？差不多。差不多。谢谢你，大师。跟我一样，大款。那他应该很高兴啊。啊，我知道了。我有点子了。哎，那小伙子过来，再把手一下。老爸，我跟你说一下，我的新的文章标题：震惊、感叹号。南山区一男子每天在被窝里偷偷摸摸玩那个，竟会要命。老板，我的标题是难以置信、感叹号。南山区一男子诡异猝死真相大曝光。他居然为了出名干出这种事，点击量怎么样？啊，100、100、200不管你们两个啊，来吧，老规矩，来。我们做公众号的最重要是什么？点击量。对，所以我们要蹭热度。一家人被火烧死了，也不能接。这是一起煤气爆炸案。这是一起情杀案。非常好。我们还要有争议性话题，怎么争议呢？爆炸的是邻居家的煤气。两个双方的出轨对象竟是同一个人。文涛，我们还要让读者有情绪，怎么产生情绪？那就是邻居家全员生还，隔壁家惨绝人寰。你在他的小孩仅仅有3岁。非常好，这才叫爆点。有爆点，我们公司才能挣钱，我挣的钱才能给你们发工资，明白了吗？明白。继续，继续挖呀！继续给我打潘老板，一定要再接再厉，老板。我们是一家严格遵守3韵律的信息技术有限公司。什么是3韵律？凡是工作时间上厕所超过10分钟者，一律加班1个小时处理；凡是工作时间当日任务未达标者，一律扣除当日工资；凡是上班时间交头接耳者，一律禁止上厕所。我们的公司是由上上下下、大大小小108个工位所组成，每个工位对于公司来说都是必不可少、不可或缺的。但同时，每位员工对于公司来说都是不重要的。就好像每当有个空位空了出来，就会有新的人去给补上。就像一个零件坏了，就马上会有一个新的零件去给换上。但公司还是那个公司。喂，哎，什么事儿？你说啊，你想干什么？别着急，你慢慢说啊。这么严重？真的这么严重吗？嗯。啊。好，我现在马上请假，我马上过去，别着急啊。嗯。老板，我想请2天的假。可以啊，我现在就放你大长假，你以后都不用来了。不要，我不用请假，我不用请假了。新来的。换上。谢谢老板，谢谢老板。嗯，工号927，上班时间打瞌睡，加班1个小时。不要了，老板。嗯，工号927，上班时间全发出噪音，再加班1个小时。老板，我要发烧了。你发烧还敢待在这里？赶紧给我走！哎，等一下，疫情期间要戴好口罩，做好防护措施啊！我要老板给我个机会吧。新来的，五杀。好，进来吧，进来吧。工号00023，是。工号1066，是不是你部门的人？是我的员工。现在媒体大肆报道，说我们压榨员工，智能猝死，而你就是罪魁祸首，赶紧收拾东西滚蛋！你让我滚就滚的吧，你知道我付出了多少吗？滚蛋！哦，我听说过他呀。哎，那他工位在哪？就在这里呢。
那他的东西呢？哎，今天早上全扔垃圾桶了。垃圾桶？那垃圾桶在哪？就在这儿呢。文件？文件？文件？还是文件呢？速效救心丸。当幸福来敲门。哎，明信片都镇心脏。日程表，周一你加班，周二你加班，周三加班，周四加班，周五。莲花山相亲桥。电话号码189-726-3472，还打了个星号。怎么全是一样的？如有相亲需求，请联系我。下个吧。哎，你好啊，我是新城地产的小吴，有什么可以帮到你呀？哦，你好，我想了解一下。我想了解什么？我这里有大房、三房、四房、小房，什么房都有，只要你来。你好，我想问一下，你认不认识王强？哦，强哥呀，强哥他之前来看过我们的房间呢。哎，他来看过房？对呀，就是一个最好最新的楼盘，120平方米大四房，特别好。王强，我问的是王强。哦，强哥呀，强哥他之前来交了3000块钱的定金啊。哎，对了，他首付什么时候给啊？好的，我知道了。哎呦，顺客。他在准备买房，他在攒钱买房，他为了买房穷困潦倒。我知道该怎么写了。莲花山相亲角，干好下台阶，一个个烂了他的素质。造逼他的人的不思了，就是我这一个好像是对我有意见的样子的网绿。阿姨，这个是不是你女儿啊？哈，原来是你了，是不是了？那是不是我呀？我得到了，我告诉你看，我每个星期我来呀，我第一次你就付一组，我第一次你就付一组，这次终于被我逮到了。不是假的，我觉得你这个人就很奇怪哈。你说了，你喜欢就找这个嘛。你去撕他干什么嘞？我的天！不是，不是，阿姨，阿姨，我都说不是我，我跟你解释。不是你是谁呀、啊？对方你们这种年轻人推卸责任了。哎呀，不是啊，我都说不是我，那个人怎么带、啊、死了呀？已经。我踹你吧，好死你个石头！别跟他们不熟，快点。哎呀，呸！走，就叫阿姨。哎呀，阿姨，那个叫王强，你认不认识？王强，我死鬼了，我死鬼了。王强啊，王强，32岁，在我这里超过30岁了，扣5分了，影响生育哈。这个本科学历是不行的啊，在我这里硕数才及格了，扣10分。没有申报户口扣20分，这个年收入低于20万了又扣20分。独生子女哈，这个不行的，性格不好扣20分了。身高好重要哈，低于175影响小朋友基因了，扣10分。没有车买菜一点都不方便，扣10分。没有生房，一切都免谈了，扣50分。总共100，他就扣了145。哦，你说他数了是不是？啊，他数了。哎呦，哎，阿姨啊，他是不是喜欢你女儿？我错了，你别好不了乱讲的，呸！哎呀，阿姨，我知道的。阿姨，你就告诉我嘛。没有这回事了，走开。哎，阿姨，我只是在工作，没有二哥，您告诉我。你工作又关我什么事啊？又不是我。阿姨，你告诉我嘛，不然我没辙。你没辙又怎么样啊？你要跟着我了，请到。阿姨，你告诉我，不然我也死了。是，我最怕你们这种年轻人了，天天是你的死人头啊！阿姨，你要干什么啊？我要给您下跪。去。阿姨，您就告诉我吧。你自己看看，你这副鬼样啊，跟那个死鬼王强的简直一模一样啊！天天死缠烂打，一个星期来帮我好几次了。哦，在我这里呢，硕士才及格，就说要考研了，考研，你有本事考出来呀？哦，要买房啊，买房，你房本又没有，买个头干嘛？又得回去了。问世间呐、啊，情为何物？哎，你小梁，过来，怎么样？汇报一下。老板，我新发了一篇文章，标题就叫做。痛心，深圳国贸房价绝情暴涨，最令人担心的事情发生了。老板，听听我的这里，快投散！感叹号，莲花山相亲角暗藏潜规则，
痴情男儿命运皆投啊。点击量怎么样？小一万。大一万。哎，可以可以，这说明大家最近工作还是有成效的啊。那今天晚上就不用加班了，我们去搓一顿呢。Yes。加班加班加班，哎，加班加班！哇，隔壁公众号居然有20000的点击，快点给我加班呐、啊！老板，我写完了。你看一下，哇，写的什么？垃圾啪！老板，我也写完了，看一下，哇，写的什么？废物啊你！啪！老板，我去调查了。快点去啊！你快写。老板，我现在写不出来了。写不出来你就出去调查呀！但是，快点，快点啊！老板，我想不出来了。想不出来你就玩命想啊！老板，我发稿了。发稿了，快点写，快点写呀！你们说，一个人抱头无力，拿着一块面包死掉了，里面有很多故事的呀！赶紧，哇！老板，我有点子了。对，老板你说的对，就是面包。一个人为了一块面包。暴走公里，这说明什么？说明到底是一块什么样的面包才能让一个人暴走5公里？我要去制造一个话题，去炒热一个话题，去营造热点，然后再去炒热它。哎，这位选手啊，你为什么参加这个比赛呢？我看到一帮人在跑，我就跟着跑了。听说有面包师，有面包，喂，面包啊！Hello， 今天的老朋友们，大家好！这边要公布的活动，您参加了吗？榜一的小大哥，要是送完火箭的话，我马上就飞上终点了。哦，现场出现了有故障，我采访一下吧。大哥，你也是参加活动的吗？你们是打算一直跳到终点吗？哦，参与活动的热情越来越高涨，有大量的艺术家们都开始投入创作。我是一名青年演员，我热爱表演，我深爱着表演。我要为他付出一出好戏，叫做《面包人之死》。他死之前一定是这样：他单膝跪地，挺直身板，展露出他结实丰满的胸膛。他的神情紧张，两眼紧紧有神地盯着他高高举起的那一块松软的面包，左手微微抬起，抚摸着后脑勺，像是在为我们诉说着人类的后代。这一刻。他成为了永恒。这尊雕塑真的是旷世奇作呀，鬼斧神工啊！看你们的线条，他的造型，牛逼！我猜他手里的这块面包一定是代表全人类的物质需求。他的眼神已经透过了这块面包，投向了无垠的宇宙。这是现实主义。不，这是象征。10万。20万。25万。30万。35万。40万。50万。在此之前，我与面包店老板签下协议，达成合作，将面包打造成网红品牌，双方互利，让大家都挣得盆满钵满。请问您对于面包店业爆红有何感想啊？我是他的经理人，你能去合作愉快。合作你个头啊！你以为一个热度这么容易炒啊？你有病啊？给你写东西啊？不对，老板。应该是炸鸡，不是面包。你看，水果店、炸鸡店、奶茶店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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面包店，什么意思啊？啊，你看我再来一遍，炸鸡。哎呀，不好意思，我卖完了，到别的地方去看一看好。炸鸡，不好意思，不好意思，卖完了，卖完了。炸鸡，哎，几点了？看你看，赶紧走吧，去别的店吧。还是炸鸡，哎，对不起啊，关门了。哎，爸，面包店有精神分裂啊？哇，跟你一样有病啊！哎，你过来，到这个位置来。你现在是卖炸鸡的。老板，你也过来，你到这个地方来。我也是卖炸鸡的，你是卖炸鸡的。老板，你好，请给我来份炸鸡好吗？没有，没有给他炸鸡。老板，请给我来份炸鸡好吗？哎，给你一半。也没有，所有人都没有给他炸鸡。没有。
因为那天的故事应该会是这样。我今天终于12点就下班了，我要买一份炸鸡。老板呀，请给我来份炸鸡好吗？不好意思，我们这儿卖完了。哦，好，谢谢。老板，请可以帮我查一份炸鸡吗？哎，卖完了，卖完了，去别的店看看。哦，好的。老板，请给我来一份炸鸡。几点了，卖炸鸡了，走了，哎呀。哦，好的，打扰了。想错了，你们赶紧给我工作啊！这一个年